还刀了五块，啊，我就买个刀快，我就买个刀相当快，刀五块，当然白刀我娘了，反正我跟你一起买了吧，对吧？你个了，光头讲个你我娘放心吧，砍骨刀，砍骨刀，没有，我光头讲个你，小心那个手。今天从老家带了一只鸭过来，我哥下厨，他说我们做的不好吃，他做的好吃，他还带了一个秘方，这是秘方啊，那什么秘方？这是做鸭的秘方，他也不说这里面到底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也不去问了，人家不愿意说我也不问，这个是人家吃饭的东西，反正只要好吃就可以了啊，不要问那么多。这个是配料是吧？这个鸭够了吧？够的，够了。那，我那桶油啊，没说菜油啊，没有菜油。罐子里现在都没用植物油，没用的大豆油。油还没放下来呀，油都没热你就放下去了。油还没到。光头哥从老家带了这么多橘子下来，来，吃橘子呢？干了，不吃啊？不用下厨，但是吃饭真的是很幸福。来，光头哥，这个橘子，这不是你这次回去摘的吧？刚摘的吧？之前摘的吧？这是我老妈摘的。昨天我摘的，我给他们吃掉了。好甜。嘿嘿，握个手，握个手，来握个手。这个看起来不错啊，会做饭的男人真的是很帅很帅的。你看，帅的，你说我他说他很帅，你看他不好意思了。哎，你什么不好意思？本来就很帅，白白胖胖的，你看，嫩嫩的。那不好装了，太脏。不要不要这个装，这铁盆有铁盆的。买铁盆。你是喝啤酒喝什么？啤酒。好，一瓶够不够啊？够的，够的，够的，够的。再买了三瓶，不够再买啊！我找一瓶，你只要一瓶啊！放了就麻烦，再用再带松子，带松子啊，可以吧？儿子，我好一下吧？哎呀，你没讲，帮我开起来。没讲，还跟着讲呢，干起来！先讲屏幕前的友友们呢，先补上。啊，这夏天喝冰了，真的。光头哥的老婆还在吃土豆丝，炒土豆丝又炒土豆丝了呀，炒土豆丝。哼，刘医生，你看光头讲，我不是忙起一遍就炒土豆丝，咋别讲啊？炒那个鸭肉啊。可以吧？可以。光头讲你没。不喝酒，这么干。再要搞菜油炒起哇，香的。没菜油，条件有限。菜油炒起香的。我把这个留给你了呢。我那个把这个鸭腿夹给你老婆吃。自己吃。我走了，我去买菜。那咋的？那就你喝了吗？喝了，喝了。没没准吃。那个鸭屁股吃了吗？你这边我不吃鸭屁股。或者鸡，这叫不叫腊八了？木腊。木腊吗？木腊。叫腊子木腊。那就叫不叫这？那我八个那个叫。八个。你把留个八瓶，你们看。耶、yeah! ！你看这五个脸红的像个猴子屁股一样，
靠你爹，你刚起来呢，来的红，就看写一把面膜袋子红，好不好？就一瓶半啤酒，公司这个样子，酒量还是有待提高的。一瓶啤酒，没想到点过一缸一杯白啤酒。吃好饭了，现在跟五哥陪五哥去散散步，走走逛逛。我要陪我干的。那我陪谁呢？你没开吧？那我陪你嘛，是吧？总有个人陪人嘛。别逛着墙啊！逛着墙有老婆陪。我们两个现在是个光棍啊，没人陪。嗯，我放了，你来你光棍去。我现在在这里是光棍啊，是吧？要陪你嘛啊，我放。